大家好，我是 Amanda， 我们来看9月17号、18号、19号，也就是星期六、星期日以及星期一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最好的星座，恭喜水瓶座的朋友。生活当中呢，可能会有些小小的状况，但是多年的闺蜜能够情谊相挺，我们觉得非常的开心。狮子座的朋友呢，透过自己的一个信仰，可以达到内心的平静。天蝎座的朋友跟伴侣之间的互动，有一种感情加温的情况出现。需要留意的星座提醒牡羊座的朋友，最近肠胃的方面的健康要多多的关注哦。金牛座的朋友也是睡眠不足，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。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6，颜色是蓝色；土象星座的数字是1，颜色是绿色；风象星座的数字是3，颜色是白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7，颜色是橘色。